是野鸭还是野鸡呀？那么大呀？你会踩不？你看，看着真的吗？呀，看着没？这个你看，恰恰，钻这里，就钻这里。这还有，你看，这还有一个，咋这么多呢？我再一个，你看，姥姥，我上别的地方自己踩去。你就别进去，就在这边上有水啊。我找个袋子装。哎呦我的天哪，你还找袋子。看你这。感觉咋的？热乎乎。下完雨下的没事儿。感觉湿厚厚的，这绊倒了啊！不买的呀？啊？不买。这里都不买的，这是有水。有吗？恰恰。嗯。有吗？对。你这上那小树上去找去，你在那高的树上，你看见你也够不着。这不吗？这，就在你手那尖上。哎，这儿呢，哇，好大呀！大吧？嗯。你踩多少了？你看，也踩不少了。嗯。就这六边儿，能溜着。刚才我连续踩四个。这边你踩过了，要是不踩过的话，也挺厚。老爷。快过来吧，来吧。姥姥呢？姥姥，快过来！咱们回家吧。嗯。啊，今天收获也不小。又收获了一。这样带了两大袋子。